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华创联行 A House， 我是主持人 Leo。 嗱，呢一站咧，南沙嚟到咧，我哋七个大板块之中咧，大家比较关注嘅咧，就是我哋大家知道啦，霍英东啦，咁霍英东先生喺我哋广州南沙自贸区咧，系会有一块比较大嘅土地啦。咁我哋依家现时处嘅呢个位置咧，就系属于我哋南沙自贸区嘅南沙湾片区啊。嗱，咁啊，南沙湾片区一直以嚟咧，好多嚟过广州南沙嘅朋友咧，对呢度咧肯定有啲印象啊，因为我哋大家熟知嘅广州嘅南沙港客运站码头啦，新址同旧址。以及而家啦，我哋整個華南片區最大嘅中交國際郵輪碼頭咧，都係喺我依家呢度身處嘅呢個位置。嗱，咁整個南沙灣嘅片區嚟講咧，可以話係非常之成熟啦。但係咧，一直以嚟咧，開發嘅新項目嚟講咧，都比較少嘅。尤其是咧，我哋見到沿海嘅呢一塊地皮，總長度咧一共有28公里，咁大部分都係一啲舊嘅一啲企業啦，甚至乎依家新嘅政府板塊嘅公檢法嘅總部。嗱，咁而一手樓盤咧非常之少，咁大家見唔見到呢條身後邊呢一座橋嘅歷史咧，就係我哋嘅虎門大橋啦。咁啊，呢條身處嘅位置咧，絕對就唔係東莞，亦都唔係我哋嘅虎門，而係我哋廣州嘅南沙片區，亦都係目前咧最靠近我哋整個虎門大橋嘅橋頭堡嘅位置。咁其實喺呢條咧身處嘅位置咧，對面已經可以望到啦，去我哋東莞嘅濱海新區噶啦。OK， 就見到好多密密麻麻高樓一致嘅位置，大家知道咧，臨海嘅地皮咧全部都係限高嘅，但係而南沙呢一邊咧就唔會起到好似東莞咁樣啦，更加清晰地咧去分裂開企業、辦公、住宅同埋生活嘅版圖。而呢一站呢度帶大家嚟睇嘅呢個全新嘅樓盤咧，就係我哋中國建築旗下嘅樓盤，叫做中建九月灣。咁啊，貴為我哋今年2022年世界五百強嘅第11位嘅中國建築總公司嘅項目，到底又能唔能夠稱霸呢一片土地咧？一齊跟 Leo 跟住航伯先出發。好啦，各位朋友，咁我哋依家咧就嚟到現場啦，講一講我哋現場啦，我哋區位同沙盤嘅具體嘅情況先。咁首先咧，我哋見到咧就係我身後邊咧就係我哋南沙灣啊，我哋南沙灣片區嘅一個放大嘅圖啦。嗱，咁其實講到南沙灣咧，大家最了解更加多嘅咧，可能就關於我哋霍英東先生以及其家族啦。咁我哋霍氏嘅企業啦，喺我哋整個南沙灣片區嚟講，可以話係有非常之多嘅靚嘅土地啦。咁啊，好多土地咧，其實歷史咧非常之悠久噶啦。咁我哋霍生咧喺應該係70年代嘅時候咧，就進駐到我哋廣州南沙呢個位置啦，開始咧同南沙去進行一啲基建嘅一啲建設。由於咧，我哋依家見到一啲英東大道等等嘅一啲基建啦，都係咧霍氏咧從70-80年代就已經開始 plan 噶啦。咁啊，到依家為止咧，我哋已經有嘅就係我哋嘅南沙港嘅前身啦，甚至乎南沙客運港嘅呢一個依家現時嘅新址咧，都係同我哋霍氏有關。嗱，咁其實咧講到南沙灣咧，對於廣州嘅本地人嚟講咧，第一個 comment 咧就係富人區，因為咧呢度咧擁有整個南沙自貿區咧得天獨厚嘅豪宅嘅優勢。嗱，畫面可以見到我哋整個南沙灣，見到我哋依家目前咧靠海嘅地皮咧，基本上咧住宅咧係冇幾多塊嘅。咁而中建嘅攞嘅呢一塊地皮咧，咁啊呢塊地塊嘅淵源咧，同霍氏嘅就好有關係啦。咁呢個項目咧係由我哋嘅中國建築打造啦，中建。咁我哋整個物業嘅系統咧，管理嘅系統咧，係用中海嘅系統啊，中建 and 中海。咁呢個組合聽起身咧已經冇得輸噶啦。我哋背靠咧就係有一個非常之亮麗嘅海岸線，有一個基本上係屬於私人嘅一個白沙灘，係一個沙灘嘅位置。咁而我哋沿住海岸線方面咧，就會有一個以海洋為主題俾到大家嘅娛樂公園啦，就包括我哋嘅海上遊覽客運中心啦、海上運動休閒中心同埋探索博物館。咁岩頂咧，我哋沿住海堤一直向珠江嘅出海口啦，面向我哋嘅獅子洋啦，我哋會見到正前方海景上咧，就有大家非常之熟知咩咧？我哋嘅虎門大橋。虎門大橋正對面望到嘅咧，就係我哋嘅虎門啦。咁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呢個東莞嘅濱海灣，咁再向東向咧就可以見到遙望深圳。嗱，咁再者咧，我哋見到咧就係我哋嘅項目距離目前我哋幾個南沙灣嘅重點配套咧非常之近，包括咧我哋正後方咧就係我哋南沙嘅高爾夫球場啦，36棟嘅標準場，每年喺呢度咧打造非常之多嘅咩咧國際嘅賽事。
咁而我哋項目咧，大概方圆一公里咧，就係我哋整個南沙片區嘅公檢法嘅總部。我哋見到咧，司法局啦、行政辦公區啦、人民法院啦、公安局啊、人民檢察院等等總部咧，都係我哋隔離嘅。所以呢度咧，居住咗好多咩咧？我哋公務系統嘅朋友啊。咁而再者咧，我哋再向前見到啦。我哋南沙灣遊艇會同埋南沙客運港，嗱咁呢度咧，除咗舊市大家知道嘅南沙客運港之外咧，我哋可以乘咗高速客輪咧，翻到珠海香港機場同埋我哋香港嘅中港城碼頭，時間咧大概係80分鐘左右嘅啫。咁另外咧，依家嘅客運港咧已經唔單止叫普通客運港咁簡單㗎啦，我哋依家嘅全稱叫做中交國際郵輪母港。咁啊，呢個郵輪母港咧喺先前我哋一啲片段入邊咧都介紹過啦，我哋屬於係整個華南咧最大嘅郵輪母港嚟嘅。咁目前由於我哋疫情當中咧，我哋好多郵輪線路咧係冇被開放啦。咁未來咧開放之後咧，咁其實成個片區嘅呢一個郵輪休閒碼頭嘅呢個動線咧會全部構建好嘅。咁亦都會有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商業綜合體喺呢度。咁喺遊艇會嘅呢個位置咧，亦都咧有我哋霍氏打造舊市咧，我哋嘅蒲州廣場。嗱，咁蒲州廣場嘅歷史咧有20多年㗎啦。咁啊，依家咧已經係吉曬㗎啦。咁啊，同政府傾緊重組。咁啊，重組之後咧，政府硬性要求咧，就需要打造一個點樣咧？就同我哋成都個太古里一樣級別嘅大型商業綜合體 shopping mall。咁亦都會引進好多國際知名嘅大 brand 咧去進駐嘅。咁嗰度咧就會成為未來最接近我哋中建九月灣嘅呢個綜合嘅商業嘅配套。咁好啦，咁我哋見到啦，我哋包括遊艇會啦、高爾夫球場啦、一線海景啦，都係我哋富人必備嘅位置啦。我哋背靠咧就係我哋黃山路嘅森林公園，亦都屬於整個南沙灣最大體系嘅森林公園嚟嘅，綠化一片亮麗。咁啊，中意行山嘅朋友咧有福氣啦，呢邊咧可以足夠大家行到飽。咁另外咧喺我哋配套方面咧，大家好關注嘅啦，就係我哋一個交通方面啦。我哋見到咧，我哋項目目前嚟講咧，係處於黃山路森林公園站規劃中15號線，同埋已經通車嘅我哋南沙客運港站中間嘅位置，兩頭咧大概都係1公里左右嘅。咁目前咧，我哋規劃當中貫穿到我哋南沙客運港咧，除咗有我哋已知規劃當中嘅呢個15號線啦，咁已經通車嘅咧，就係我哋見到綠色嘅呢一條。我哋廣州地鐵嘅4號線係會以我哋嘅南沙客運港作為我哋嘅尾站嘅。咁再者咧，我哋規劃當中嘅22號線咧，亦都會途經我哋嘅南沙客運港前往到去我哋東莞嘅濱海灣站。咁而我哋目前處於嘅位置咧，未來咧亦都係屬於鐵路沿線嘅物業啦。我哋會增加個新嘅黃山路森林公園站，咁就正正喺我哋項目正前方大概500米嘅位置嘅啫。咁所以未來咧，我哋居住喺呢度嘅朋友咧，尤其是我哋香港嘅朋友。出行咧非常之方便，喺香港搭船過到嚟南沙灣客運港碼頭之後咧，可以直接通過鐵路啦，一站咧就翻到嚟屋企噶啦。所以其實我哋生活上咧非常之便利。好啦，嗱睇睇我哋嘅沙盤先。嗱咁其實沙盤方面咧，我哋見到啦，就係一個南北地塊嘅一個設計啦。咁其實中建同中海嘅搭配啦，咁其實喺一個地域嘅一個設計上肯定有佢一啲搭配嘅。咁中海主要係做服務類嘅，包括我哋嘅物業啦、商業啦等等。咁而建築方面咧，主要咧就係我哋嘅中國建築類。好啦，咁睇翻我哋嘅圖先啦。嗱，我哋睇翻個圖紙先。嗱，咁我哋整個地塊咧係分為南北兩個地塊嘅。南北兩個地塊，咁其中咧南地塊喺我哋嘅左手邊。嗱，咁左手邊咧，除咗有我哋住宅嘅產品之外咧，亦都咧係會有我哋嘅公寓啦，以及我哋嘅幼稚園啊南地塊。咁右手邊呢一邊咧，有一個目前嘅營銷中心，未來咧會打造成為我哋一個招待中心以及我哋嘅會所。咁而北地塊呢一邊咧，就係一個全住宅嘅配套嚟㗎啦。嗱，咁睇翻呢張圖咧，我哋可以見到啦。咁其實我哋絕大多數嘅户型啦，係分布有三個積嘅，100平、120平同埋140平。咁絕大部分嘅單位都係一個兩梯三火嘅豪宅配套，盡量少嘅公攤，盡量少嘅密度啦，令到其實我哋基本上可以做成一個板樓嘅設計。基本上大家見到啦，係一字排開嘅。咁原則上咧，大家見到其實係用咗個二 set 型嘅一個設計。嗱，咁呢種設計有咩好處咧？可以保障到每一户嘅采光同通風之餘咧，更加多嘅係將我哋嘅 view 咧還原翻俾面前嘅獅子洋嘅海景。嗱，呢度咧其實係真真正正我哋獅子洋嘅位置啊！咁所有途經虎門大橋進出前往粵東至粵西兩旁嘅
一啲揸車嘅朋友咧，一定咧喺橋上面係路過見過呢個項目嘅。但係只不過咧，我哋就並沒有落車去睇到咁解嘅啫。嗱，所以大家見到啦，項目嘅呢個景觀資源啦，拿捏得非常之準確。我哋見到面前咧就有一個社區公園。嗱，咁其實我哋見到面前啦，我哋比較近鏡係會有一個規劃用地嘅。規劃用地嘅呢一 part 啦，未來咧其實係會有一啲政府嘅板塊喺入邊啦。咁我哋已知嘅政府嘅職能板塊入邊，除咗有一啲政府嘅一啲辦公嘅辦公樓之外咧，可能係會有一啲例如學校啦、民生方面嘅話，可能會係一啲展覽館啊、藝術館啊、體育館啊等等。咁啊，總層高咧，不過都係三至五層嘅啫。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居住喺呢一個樓盤嘅朋友咧，絕大多數嘅樓盤嘅高度啊、單位嘅高度咧，都係可以一線望到前面獅子洋嘅海景嘅。所以咧，佢話俾大家聽咧，咁呢個中建嘅九如灣咧，絕佳嘅賣點咧就肯定同富人嘅配套有關係嘅，背山就面海啊。咁啊，回歸到我哋嘅產品線先。嗱，咁啊兩個地塊咧，我哋係會通過中央嘅連廊咧所連接嘅。咁啊群流方面嘅話咧，我哋係會由中建打造嘅群流式嘅商業啦。咁啊營運方面咧，都可能會被中海所營運嘅。啊，咁呢邊咧可以提供到俾大家日常嘅一個基本嘅需要啦。我哋可以有一啲飲食嘅一啲民生鋪啦，包括一啲超市啦、細嘅一啲 shopping mall 等等，一啲 supermarket。咁啊另外咧就係講翻啦，就係我哋整個項目咧，目前咧基本上。前期賣嘅南地塊咧，基本係已經售罄㗎啦。咁而前排嘅呢啲單位咧 ，Leo 今次咧就揀咗兩套，我認為咧非常具有代表性，亦都係未來咧加推嘅產品入邊，大家可以有機會選擇到嘅一線海景嘅產品。咁好啦，事不宜遲，阿石跟 Leo 咧上網望先。嗱，好啦，咁多朋友 ，Leo 咧，大家上嚟咧就係我哋依家目前咧南地塊嘅第七座喺第一個單位。嗱，咁其實中建九如灣咧，貴為咧我哋依家目前咧整個南沙灣片區咧罕有一線海景嘅豪宅單位嚟講咧，對於佢嘅配套啊、發展嘅一啲規劃嚟講啊，都係非常之有要求嘅。尤其是大家依家見到咧，我身處嘅呢個電梯大堂嘅位置咧，佢係一個兩梯三火嘅設計。嗱，呢三火嘅呢個佈局嚟講咧，我認為咧非常之合理。首先啱啱介紹過啦，所有嘅樓棟咧係會以一個二 set 型摺疊嘅形式去排列嘅，好處就係咧，基本上每一户嘅屋企嘅門口咧係完全分開，可以滿足到咧既滿足到公攤較細嘅結果，亦都可以俾大家一個更加私密嘅入户嘅空間。OK， 好啦，咁我哋今次嚟睇嘅咧就係我哋100平方嘅一個頭牌嘅單邊户。嗱，呢個户型咧 ，Leo 咧極力推薦嘅，針對翻細面積三房，而且極致景觀嘅户型嚟講咧，我認為呢一個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嗱，當然啦，呢一邊咧係一個鏡像嘅户型啦，左手邊係02，右手邊咧就係01。OK， 好啦，咁呢度咧我哋見到咧02嘅單位咧係一個傳統嘅直廳嘅設計咧，我哋可以見到其實開間嚟講咧係一個3.6米嘅一個設計啦。咁當然啦。Center to center， 我哋見到咧，佢嘅牆體咧都係比較厚身嘅，因為基本上啊，第一間客房同埋主廳咧，所有嘅線管咧都喺左手邊嘅呢縫牆度，所以個牆身會比較厚少少。我哋目測嚟講咧，裝修完之後咧，實用用到嘅開間大概係3.4米度。OK， 嗱咁啊，傳統嘅主廳啊，大家知道啦，我哋餐台佈局嘅位置一般嚟講咧，都係近呢度。啊，主要我哋見到啦，呢邊咧係會有明窗嘅一個設計，咁喺市場上咧。真係比較少嘅，一係咧，我做得廚房嘅情況之下咧，呢度咧就係唔開放，因為點解要擺玄關櫃，所以呢一度咧，大家設置玄關櫃嘅位置咧就係我身後邊，小姐後邊咧就係我哋強電箱同預電箱預埋管道嘅位置啦，咁呢度咧大機率咧會做成一個我哋玄關櫃嘅呢個 section。好啦，嚟睇睇我哋一個比較好嘅一個觀賞嘅位置先嚇，咁當然咧依家咧係一個實體。大呢個示範單位嘅呢個情況啦，咁其實我哋見唔到有任何嘅裝修喺呢一度嘅，而我哋見到啦，咁陽台呢一邊咧做緊一個閉水嘅實驗啦，啱啱試完水，而且咧做緊一個石屎嘅養護，所以我哋淨係可以通過踩住呢一個趟門架嘅位置咧，去睇一睇我哋出邊嘅景觀啦。嗱，點解揀呢個單位？大家通過畫面可以一目了然噶啦，非常之極致嘅呢個景觀。嗱，大家啦想買海景啦，當然呢度已經介紹過俾大家啦，就係所有嘅海景啦。得海咧係唔夠靚，因為點解咧？你夜晚冇點綴，買得海咧最緊要買到有點綴，而且視野較豐富嘅一個景觀。嗱，我哋見到咧下邊咧呢度咧，我哋係一個舊嘅船灣嚟嘅。以後咧呢一個入海口嘅位置咧，係會作為一個
有比平時可以散步可以玩的公園，我入海口的公園，而且我們公園的盡頭的臨近我們下面這塊陸地呢是會改建成為一塊商業地。目前呢改建成為什麼商業產品呢暫時未知道，但規劃當中已經是成型的了。到時呢舊船廠就會全部搬走，將它還原一個和自然景觀有互相搭配一個現代化的公園。好啦，咁我哋見到啦，下邊咧左手邊呢一度咧，目前嚟講咧係一個沙場啊，咁呢個歷史非常之悠久噶啦。咁呢個沙場咧，目前按照規劃嚟講咧，都係一副政府嘅用地。咁政府用地嚟規劃之後咧，就拒絕做一啲完全商業化嘅系統啦，可能會有啲工業化嘅配套，例如咧，我哋知道學校啦、一啲藝術中心啦、圖書館啦等等，總層高咧係四到五層嘅啫，所以我哋臨海嘅地皮咧，基本上七層以上嘅住宅咧，可以好完美地咧睇曬整個景觀嘅。咁其實我哋依家咧處於一個位置咧，係一個中高樓層嘅景觀啦。我哋由於列入一個沿海地皮嘅呢個限高優勢咧，我哋並沒有一個十分之廣闊嘅呢個視野，但係我哋可以見曬整個我哋虎門大橋嘅景觀。我想大家見到面前的呢一條咧，就係虎門大橋啦。嗱，咁講到虎門大橋咧，大家更加多嘅關注點可能會喺東莞啦，會喺虎門啦，會喺臨近我哋東莞嘅啲鎮區。而我哋呢邊除咗望住整個橋塔嘅視野之外咧，我哋遠眺咧，仲可以見到同屬於我哋南沙灣港嘅呢個位置。我哋見到最高嗰座啦，就係依家目前嘅中交集團啦，喺整個南沙打造嘅中交國際郵輪碼頭。呢個碼頭咧非常之有來頭嘅，亦都係整個華南目前可以停靠最大等級、最大排水量嘅國際級郵輪，亦都係依家建設當中整個南沙客運港嘅位置。嗰度已經有地鐵通咗㗎啦 ，OK， 咁以後咧喺呢一度翻香港咧，僅僅需要個半鐘，非常非常之方便。睇下啲房間先。嗱，傳統嘅動靜分離嚟講咧，都係通過呢條走廊咧分隔開嘅。我哋第一間客房咧嘅 design 咧，都係連接住出邊嘅景觀嘅。咁啊，呢度咧將佢所有景觀視野嘅優勢咧發揮到最高嚇。好啦，我哋見到遠端咧，都係同樣地咧望住整個中交郵輪碼頭嘅景觀啦。未來呢一邊公園改善起好咗之後咧，會更加靚，因為點解咧？出海口咧，淺灘嘅呢個位置咧，可能大家喺香港喺淺水灣、深水灣、喺西貢見得多，但係喺內地咧可以睇到淺灣嘅呢、這個，我其實大家應該都有第一次見啊！呢度咧睇過咁多種類型嘅海景豪宅啦，呢度距離海皮最近嘅地方咧只有100米，而我哋依家企喺呢個位置就咁啱係近住呢一個淺灘嘅位置。非常之有意思。咁以後呢邊嘅淺灘公園起好之後咧，我認為咧感官上咧會更加正。OK， 好啦，咁睇睇我哋北向嘅房間先啦。咁當然啦，呢度嘅房間咧，佢仲未佈建完成嘅。咁到時咧就會成為一個這個我哋偏北向嘅一個房間。咁佢嘅視野係望邊度咧？我今日睇睇。嗱，咁中建咧好聰明啦，佢並沒有浪費任何一寸土地嘅。呢邊望出去咧都係未來咧臨海嘅一個公園啦，再加上我哋一個工建化嘅設計。大家見到啦，我哋海上邊咧停靠咗一個好大下嘅一個船喺度啦。OK， 咁呢個位置咧，未來咧係會有一個以海洋為主題嘅一個海洋公園嘅。咁作為廣州一個全新發展嘅自貿區啦，咁其實南沙啦喺沿海嘅呢一段階段咧，其實做到好大嘅文章。咁對面海嘅位置大家見到噶啦，就係、是、我哋嘅東莞嘅濱海新城。咁呢條出海口咧，亦都係咧大有來頭啦。大家知道啦，以前廣州嘅黃埔港啦，所有聞名世界嘅出海嘅位置咧，就係、是、通過面前嘅呢一條啦。咁而依家咧，廣州咧，對於黃埔嘅重建嘅呢個項目嚟講全部都已經擱置咗啦，就將依家目前咧廣州港咧遷至到南沙嘅呢個位置，所以未來咧南沙咧會成為中國咧我哋南片區啊，東華南片區嚟講咧第一大港口。而我哋咧就可以見住啦，嚟自世界各地嘅一啲遊輪啦，一啲貨物嘅船啦，同面前嘅呢片海域咧就穿過噶啦。好啦，咁啊睇睇我哋主人房嘅套房先嚇。咁啊呢度嘅衛生間咧，窗咧都係望向東向嘅呢一個海平線。嗱，呢度嘅海咧其實係非常之舒服嘅，有點綴之餘咧，所有嘅船係喐緊，海面唔會太過於平靜。
咁啊，大細各異唔同嘅船隻都有。咁啊，對於其實中意睇海嘅朋友咧，呢一種有動態嘅海其實係會更加有意思啊。好啦，同樣地啦，嚟睇睇我哋嘅主人房啦。主人房呢度啦，呢個設計咧，我係為中建咧加分嘅。咁佢用咗一個270度嘅一個弧形嘅飄窗台。咁呢種情況我哋喺邊度見過呢？喺珠海嘅藏龍灣見過，雙水藏龍灣。咁喺個140平方嘅主露台咧，都係用咗呢種全尺寸嘅弧形玻璃。咁當然啦，咁因為呢個位置咧喺個近海口啦，風力係比較大嘅，所以其實呢邊咧就冇用到全尺寸嘅玻璃。佢做嘅玻璃咧就唔係全弧形嘅。咁而我哋喺珠海睇到嘅藏龍灣，佢係屬於內灣嘅狀態啦，所以其實佢呢個玻璃咧係大尺寸嘅一個弧形嘅景觀。咁其實穿過呢一度咧，我哋能夠見到咧，其實個視野真係非常之豐富。大家知道啦，窗台嘅作用咧，我同大家普及過啦，未來可以係一個睇書、飲茶、探世界嘅位置。咁除咗咧，我哋可以望向整個東南向嘅海景嘅景觀啦。仲可以望到下邊淺灘公園嘅景觀，係啦，冇錯啦，以及我哋見到正前方虎門大橋再過我哋中交國際郵輪碼頭嘅景觀嚟嘅，呢邊嘅夜景非常非常之靚。咁其實我呢度咧，我哋嘅直線距離啦係超過2公里，所以其實我哋見到中間嘅呢片海域嚟講咧係非常之正，咁大家可以命名為江，可以命名為海，甚至乎命名為河，只要大家喜歡咧，佢就會變成你喜歡的樣子。所以其實呢一個項目咧，係我哋目前啦，A House 喺我哋整個廣州南沙嘅南沙灣片區選到一個我哋認為係最具標誌性，亦都係最有價值嘅一個，兼顧咗投資同埋未來自住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尤其是我哋依家見到咧，就係越嚟越多嘅港澳人士咧，開始咧向臨近廣州嘅呢個片區咧，開始有啲想法啦。咁呢度咧，今次對於呢一邊嘅樓盤咧，就有一個全新出發，一個非常之詳細嘅介紹啦，分享俾大家。咁另外咧，除咗呢一個單邊位嘅南地塊，仲有冇啲咩產品大家咧係可以摸得到嘅？例如我哋見到我哋北地塊咧。喜歡高樓層的朋友可以關注一下北地塊的呢個四座，四座的03咧，呢度都係分享俾大家。咁佢係一個120平方的單位。咁對於咧屋企需要房間更加多，而且居住感受要求更高的朋友咧，呢一個四座的03咧，就係呢度即將帶大家介紹的北地塊，即刻出發。好啦，咁中建九月灣最後咧就仲有兩座單位嘅，其中一個咧就係呢度而家身處嘅咧就係20樓嘅四座。咁四座嘅位置咧可以話係北地塊啦，我認為非常之靚嘅一個位置。點解？因為佢屬於整個南北地塊中間交匯線嘅位置。基本上咧，屋內咧一啲視野上咧，除咗可以見到靚景之外咧，仲可以見到唔同地塊入邊嘅一啲綠化。咁其實呢度咧做咗一個北向嘅一個對流風咧，將整個120平方嘅一個單位咧，就改變成為一個西南北通嘅一個狀態。咁呢度身處嘅位置咧，就係未來咧大家屋企主入口嘅一個位置啦。喺我對門嘅位置咧，就係一個北向嘅一個窗。呢個咧係一個通風窗嚟，亦都係一個采光嘅窗。咁基本上咧，我哋平時咧，如果呢一個單邊嘅位置屋企啊，平時唔需要關住窗嘅情況之下，我哋開埋道門佢咧，其實可以同出面咧景觀露台呢一邊咧做一個南北通嘅一個設計。好，入到你屋企啦，都一樣啦。右手邊呢度咧，見到強電同弱電嘅一個預留嘅線管啦。咁呢度咧就係我哋玄關櫃嘅呢個位置啦。咁其實目前嘅施工狀態咧，都係一個完整嘅地盤。通過畫面我哋可以見到咧，其實好多嘅一啲位置嘅一啲間牆啦，呢邊咧用嘅咧都係非磚體嘅一個設計，咁喺現代嚟講嘅話咧，包括輕質磚啊、混凝土磚啊，即係我哋以前所講見到一啲大大塊嘅啲 concrete brick 啦，目前嚟講用嘅機率已經非常之非常之少噶。好啦，咁其實入到嚟之後咧，大家見到咧個廳啦，會比正話見到100平嘅廳咧闊咗好多，因為其實我哋呢度嘅長中至長中咧去到3.9米嘅開間，咁啊減去一啲牆身嗰啲建築嘅一啲厚度啦，再加上我哋一啲扇灰油油咧，我哋正用使用嘅空間嚟講咧，大概會係3.6米左右，都係屬於一個比較合理嘅一個闊度嚟嘅。咁其實呢度咧，除咗我哋知道入門嘅位置做到一個通風窗之外啦，餐廳預留嘅 size 咧，俾到大家都係有一個高身大 size 嘅窗喺呢一度。
咁其實中建咧都好聰明啦，呢一種咧我哋叫做華夫餅二 set 呢個摺疊嘅一種樓體嘅設計嚟講啦，優勢喺邊度咧？對比於我哋品字型嘅單位嚟講咧，佢係可以更加大程度咧將出邊嘅景觀啦帶入屋嘅。咁尤其是咧，我哋一啲北向嘅一啲位置咧，一般嚟講咧都係會被開發商犧牲咗嘅，例如一啲我哋餐廳出面為咗俾咗大家做多一個餐邊櫃啦，呢邊嚟講咧，其實會做多一啲密封嘅狀態。咁而呢度咧，由於我哋係一個景觀嘅一個偏豪宅少少嘅設計嚟講啦，咁佢預留咗一個比較大 size 嘅採光位俾大家。好啦，咁同期咧呢、這個位置咧就係、是、我哋未來廚房嘅 size 啦。嗱，咁廚房嘅 design 嚟講咧，唔算大嘅。嗱，預留嘅雙門冰箱嘅位置啦，四邊係一個趟門嘅框啦。嗱，呢度咧見到管道咧，大致咧都係我哋一個 L 字型嘅一個主食嘅範圍啦。咁同樣地咧，大家見到咧，廚房有咁大 size 嘅窗咧，都真係好少見嘅。大家可以理解到呢度成間房嘅窗咁大。咁呢度咧就望到過去咧，就係我哋正前方咧，就係我哋嘅蘆灣啦，亦都係我哋嘅黃山路森林公園下邊嘅呢一個條村。咁我哋俗稱叫富人村嘅。OK， 咁周邊嚟講咧，就係我哋南沙嘅高爾夫球場啦，係一個36棟嘅國際標準場嚟嘅。咁每年都會有好多嘅比賽喺呢一度。OK， 咁而我哋通過畫面都可以見到啦，咁我哋整個居住嘅密度咧係相當之低嘅。就算係臨近嘅樓座啦，其實我哋嘅視野上啦嘅遠，即係呢個視距上都係比較遠少少嘅。好啦，咁啊出邊咧就係我哋景觀嘅位置啦。咁其實睇翻我哋嘅户型圖先嚇。嚟緊開埋嘅四座咧，係一個兩梯三房嘅設計。我哋依家嘅位置就係喺03户型，係120平方嘅設計。咁我哋依家層高咧喺20層嘅位置。嗱，點解揀20層呢？因為其實我哋嚟之前已經做過一個考察㗎啦。咁我哋知道隔離嘅呢一個五座咧嘅總層高咧係一個19層嘅設計。而我哋見到頂部咧有一個接近6米嘅一個造型嘅頂部嘅有一個類似一個 pattern 嘅一個情況啦，咁係有啲增加啲腰線嘅一啲立體感。咁我哋可以俾大家感受到到底佢嘅頂部有幾高。咁啊，針對一啲未來可能會選擇買一啲鳳凰樓或者買頂樓嘅朋友咧，呢度咧就可以俾到大家有一個參考嘅價值。好啦，咁對比於啱啱我哋睇過7座一個南地塊嘅單邊位嚟講啦，咁其實我哋呢一個北地塊咧，更加多嘅面積咧係望向以後未來濱海公園、沙灘以及一啲公建化配套嘅設計。咁未來前面嚟講咧，大機率都係一啲公用嘅設施，例如圖書館啦、文藝館啦、展覽館啦、學校啦等等。咁而我哋見到入海灣嘅位置咧，就相對嚟講會少咗啲。更加多的位置是望向正前方，望向東莞的方向。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我們會距離面前看到的虎門大橋是會更加近的，尤其是在我們房間視距上是會更加舒服。好，看看這個房間先。我們通過正區來到我們的房間，我們看到這條走廊是非常之闊綽的。這個戶型的樓體設計來說，我們大家可以發現其實我們的實用面積非常非常之大。第一間房就是我們一個小的房間，這裡未來是一個趟門，趟門推出的位置就是我們露台的位置。是的，都是同樣地望向著我們虎門的方向。好啦，我哋繼續啦。咁對門嘅位置咧，呢邊咧完美錯開住我哋公共衛生間嘅正門啦。將我哋嘅衛生間推到嚟呢度。同樣地咧都一樣啦。我哋整個設計上咧，我哋採光面嚟講咧都係非常之好。OK， 嗱咁而我哋隔離呢一邊咧，同樣地咧都係一個東南向嘅景觀嘅房間。咁我哋做咗三個房間咧，都係朝南向嘅。做了一個四陽開泰的設計的了。大家看到啦，除了窗台以上的位置，我們基本上所有的房間都是用了盡可能地是用最大尺寸的采光給到大家，因為這一邊東南向的景觀非常之極致。大家可以看到啦，其實我們面前公檢法面前其實已經有一半的沙灘是做出來的了，未來我們這邊都會有的。我們做了一個類似惠州十里銀灘的設計啦，
未來出面我哋雖然近海嘅距離咧大概有200米，咁由於前面嘅工建化配套起好之後咧，的確咧係會有少少視覺上嘅影響嘅，所以其實我哋呢一邊未來淺灘嘅位置咧，全部都會打造成為一個人工嘅沙灘。咁而大家見到咧，面前呢啲工建化配套嘅總高度未來咧都係3到4層嘅啫，所以其實咧購買呢一個樓盤嘅朋友咧，唔需要太擔心面前有好高嘅一啲建築物咧影響到你嘅視覺。嗱，咁呢度咧就係一個北向嘅房間啦。咁依家現時咧就係工程梯嘅一個位置啊。咁啊呢邊主要咧朝向咧都係望翻我哋嘅北向嘅。咁好啦，咁啊氣浴嚟啦。咁啊呢度咧我哋可以見到咧就係我哋主人房入門嘅一個位置啦。主人房嘅 size 咧非常之用夠用啊。至於對於一個120平方嘅四房嚟講咧，可以話咧相當之驚人啊。尤其是企喺 Leo 依家呢個位置，呢個睡床嘅擺位咧真係好講究，因為一四如果是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更加会选择瞓在头向这个位置。因为在我半靠住我们的床板的时候，我就可以见到我的右前方就是一个非常之丰富的海景。再重申一次，这里是一个东南向的景观，我们主要的望向的位置是朝东莞方向的。所以我们可以见到整个虎门大桥的景观，整条桥都见过。大家知道这里是广东连接着粤西到粤东的一个标志性的航道，亦都是我们已知道通往广东省东北部中部必经之路。尤其是目前通过我们珠海中山前往到我们的深圳，是必须通过这个虎门大桥。当然不是必须，只不过是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我们交通的一个路线。大家知道啦，虎門大橋聽得多啦。咁其實喺呢個角度睇咧，其實夜景咧係非常之靚，而且呢度同一樣啦。我哋同面前嘅啱啱介紹過嘅七座一樣啊，我哋可以見到整個中交國際郵輪碼頭嘅景色。除咗有我哋大細嘅一啲等船啦、貨運船之外咧，會有非常之多嘅遊艇啦，甚至乎咧係會有好多一啲滑浪風帆啊、單人艇等等咧喺度穿梭。所以呢邊大小的船隻咧，就豐富了呢一邊嘅海域，而且呢一邊嘅海域咧，相比於我哋一啲靠近珠江口西岸嘅城市，例如珠海、江門，例如陽江，我哋嘅海咧係會更加靚，會更加藍，更加通透。好啦，咁啊，感受完呢兩個單位咧，相信大家咧其實對於呢一個中建嘅九月灣咧，其實都已經有一啲全新嘅睇法。咁作為我哋南沙系列啦，針對翻南沙自貿區片區，我哋南沙灣片區第一個，亦都係我自己優先推薦嘅項目嚟講啦。呢個項目可以話咧，係我哋目前整個南沙灣嚟講，我認為係比較好嘅一個項目嚟嘅，因為其實佢個地段啦，亦都見證住佢嘅一個價值喺呢一度。咁正如大家同大家介紹過啦，咁南沙灣嘅一個發展咧，離唔開我哋嘅霍英東先生啦。大部分嘅土地基建都係由霍家同埋唔同嘅集團共同嘅開發嘅。咁而依家咧，呢個樓盤賣緊嘅價錢咧，對比於前兩年成個南沙貼住嘅限售價賣嘅時候咧，其實佢嘅水位咧低咗好多。針對翻一啲想買翻廣州嘅一個客户嚟講啦，呢度咧相信都係一個大家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選擇。尤其是咧，我哋坐船往來香港到內地嘅朋友啦，正前方中交咧僅僅只有接近4公里嘅距離，我哋翻香港僅僅需要個半鐘嘅時間就可以到達我哋嘅中港城碼頭，甚至乎我哋嘅香港機場。所以呢度咧，絕對係咧大家了解到南沙片區之後咧，一個值得考慮嘅重要片區。唔知道大家對廣州南沙嘅自貿區，我哋南沙灣片區是否有咁興趣咧？好啦，咁啊，關注 Leo 嘅頻道咧，我哋依家一直咧都喺廣州片區咧提供一啲全新嘅影片俾到大家。大家如果對南沙灣我哋中建嘅九月灣感興趣嘅朋友咧，記得聯繫右上方揾到 Leo。同大家做一個更加詳盡嘅介紹。咁對於廣州，大家想睇啲咩片佢咧，即管咧話俾呢度聽。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